南榜二馆最阿萨里的火锅店开幕的二锅山，打卡送北黑啊！这个量多到诶，食到着提惊，真是几干杯！三碗再加饮料，无限畅饮，停车也免费，气氛一百分，真的很大气呐！海鲜套餐这样子一整套哦，599 ，CP 值捧到超会搭。菜盘都可以换肉盘，这个黄金包包锅，蛤蜊超大颗呢，啊，这是活的，活足足一斤的蛤蜊，每一颗都安尼粒大饱满，哦，狂，这个双拼699，足足一公斤，加拿大的板腱牛，还有台湾的梅花猪，会当食到足爽的，五谷牛套餐，番茄罗勒汤。这个跟牛肉超合拍的，然后汤头有九层塔的螃蟹，哇，超满足的，麻油炸弹，高酒蛤蜊乌骨鸡锅，欧麻油，然后米酒，然后还有姜的去煸汤的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中药包，入住入喝价，苦茶锅这个很正宗，啊，里面都有一个肉苦茶包，台湾梅花猪。肉质很好 ，2S 大的干贝卖出上少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做好食。诶，食了会当去南榜二馆行行。然后甜点一点甜，非常非常好吃，没有在开玩笑的。对不对？我阿公讲你老好。